己做的这个香肠吧，这个也熏了十多天，很好吃了。我在他们三位身上学到了几个字，做人要善良，一定要学会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如意，但是只要我们心态放好了，一切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了。但我觉得我们才二十多岁嘛，多拼一点嘛，四十多岁之前嗯再看吧哈。对，我给他们包起来一下，好，真空棒，真空好一点。嗯，好，可以了。你想帮忙爸爸？他想帮忙我干活吗？这个我觉得吸的有点慢了，公太小了。小大那个嘞？大的那个在家里，没事了。这个可以包起来了哈。嗯，可以了。我也来帮你一手。行，那自己放，你又不会放，你这不是帮倒忙吗？他小就这么懂事，你还说他？我知道他能帮我，但他这个太烦了。中间也要捆吧？多捆一点，多捆一点。嗯，肥，我们已经全部打包好了，准备拿去发货了。然后最后老公让我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好，就是谢谢所有的大哥大姐一直都在我们两夫妻的身后，支持我们，鼓励我们，还给小秋发了很多好吃，那时候过年寒冷的冬天还给小秋送了一个火炉，真的太感谢你们了。嗯，谢谢大家一直默默的陪伴。我们会保持初心，永恒不变。对，对于感恩大家。对，对于小秋一个外国媳妇来说，有大家的喜欢啊支持啊，是小秋一个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对，然后很温暖的。